所以我们今天呢带大家呢来看亚洲地狱幽魂 Let's go。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Jerry。 东京东主，我们今天要去看台南的什么展？僵尸展。它的阳光，它的阳光，好西好西西西发光。怎么这么会唱？小时候最恐怖的电影 Let's go。 它之后还有夜间场，有票抢到，抢得到吗？我非常的想要参加这个夜间场。是吗？然后这边美二馆呢，下面呢就有特斯拉的那个快充站，所以如果你有开特斯拉的，可以来这边呢看到快充站。好了，地狱幽魂美术馆，那现在呢，他先上网预约才可以看。对哦，而且我们大概两个礼拜前就预约好了。那如果呢你是预约时间呢，你就必须在那个时间之内呢进去看展。我们以为是说我们预约时间是你进场的时间，然后你可以看完才出去，结果发现不是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如果在预约的话呢，你就必须要小心一点。带大家呢，我们来去看一下亚洲的地狱与幽魂 Go Go Let's go。 会怕吗？不会怕。好了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假的，人比较可怕。人比鬼恐怖。我们要排队进场了，其实还蛮多人的，超多人的。地狱的想象。其实地狱就是六道的水，天道、人道、畜生道、阿修罗、恶鬼道、地狱道。幽灵族学女。其实我觉得这种铅笔画的看起来比较恐怖。对啊，这种细节都画得很棒。我们到泰国，泰国的那个降头很厉害，是下降头。就这个，它变成把它生活化就对了，还可以野餐，可以看得到，对不对？海豹。Okay, 我们进去第三厅，这是港片吗？然后这边有一些建议的，十二岁以下由大人陪同入场。看到了僵尸，僵尸营业中，僵尸营业中
这个展的那个特色就是这三个主角吗？僵尸大哥，他手不会酸吗？这个人一定很多话，他把他讲的话都写在这个柱子上面，他写完之后都不讲话了。这在那个同学麦拉斯里面有讲过。我们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你，你睡觉时所流下的眼泪我们都有好好的按着，然后让它流进你的脑内。OK， 我们今天来看人僵尸的影片。如果你喜欢影片，就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是 Jerry， 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我们刚刚看完了展，你觉得好看吗？还不错啊，对啊，还不错，就是它非常的写实，然后有一些泰国啊、日本啊、香港啊这些，还蛮不错的。就我没有看过泰国鬼片的海报，哦，是吗？第一次看过。不过泰国真的是泰国鬼片的海报，泰国拍鬼片真的是超写实的。所以到十月呢，还可以这边展，那记得大家上网呢去抢票。然后它现在呢有那个夜间的这个 cosplay 的三场限定的那个活动，然后可以上网搜寻一下那个购票方式。然后票应该蛮难抢的，还是蛮贵的，听说不便宜。对，就是要 cosplay， 然后他们有跟展览有配合一些活动这样。好了，反正台南好吃好玩。这影片呢，希望你会喜欢一样呢。如果你喜欢，就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是 Jerry， 风琴公主，我们在台南美术二馆。拜拜。所以看完展可以去对面吃福记肉圆。福记肉圆台南超好吃。拜拜。